Viu TV 选美复选，十八岁宅男女神入围。上个星期由 Viu TV 举办的全港首个实况选美节目《美选 DNA》就举行了初选，当然吸引到不少辣妹去参加啦。而一个星期后的今日就是《美选 DNA》的复选。咦，啲面孔好似有啲熟悉噃，依家就俾佢哋自我介绍下啦。大家好，我叫阿飛，咁我今次嚟到 Viu TV 參加呢個 DSE 嘅周年回考咧，咩真係做啦？咁今次譬如例如雷電視啦，咁你準備咗啲咩嚟表演？唔講得啱。哎呀，要收收埋埋。哎呀。哎呀。咁你覺得自己譬如當入到位啦，咁你覺得你係天使定係魔鬼做嘅適合嘅？哎呀，你咩都話唔知，到時評判問你問題點算啊？不過你今次對自己嘅信心又大唔大先？冇黑咁大。輪到第二位啦，睇下佢又講啲咩。Hello， 我叫阿 Lina。幾多歲啊？今年25歲，咁我喺香港演藝學院畢業嘅，咁今日嚟到 second in 啦，咁我有少少緊張啦，不過 OK 嘅，咁因為我都準備咗一段 solo 啦，咁就 for 今日嘅 audition。信心大唔大啊？嚟到最后一位啦，拥有36F 骄人身材嘅佢，唔知道又会点样介绍自己呢？大家好，我叫 Narina， 咁中文名叫邓月平，月亮嘅月亮，我系咁呢个名好简单嘅，白抄就好容易。咁18岁，今年 DSE 完咗啦，等紧放榜，有两个等紧放榜嘅学生啦。你会想自己系如果天使同魔鬼，你会想自己系边个？你觉得咧？天使咯，似天使多啲。即係你對自己入圍都有信心嘅。所有嘢交俾神去帶領我，我覺得。